好，欢迎来到叉叉 Y 跟你看电影，让你看电影跟我跟我是叉叉 Y， 欢迎收听 HN36， 这是一个日更的声音节目。我们将用365天的篇幅，每天分享一则历史故事和一部影剧作品，带你了解历史上发生一些重要的事件哦。我们今天又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历史小白 J， 没错，再次回归。讲到巴拿马，你会想到什么？巴拿马总统跟我有点交情。我就知道，我就基本上所有台湾人都好像就是啊。对，因为当初那个巴拿马跟我们断交之后啊，就很多人开始 PO 这张照片，这样、啊哦。巴拿马总统对我来说还是有点交情。对啊，这是一个梗啊。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会上一些通识课，嗯，然后那个通识课就会很多那种交换学生，他们会去选修这样子。哦。然后就有一个巴拿马来的同学这样，哦、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把他当做一个宝这样，就跟他，因为他讲中文其实讲很溜这样，然后就问他说：“哎、欸，那个巴拿马总统真的跟台湾人有交情？”嗯然后我就问他，就比如说巴拿马有什么地方好玩啊，或什么？他说巴拿马很无聊哎、欸，就有运河啊。然后就说对运河，然后呢，嗯，就那样嘛，对，总之就是他就说巴拿马就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地方。我们跟他们没有一点交情的，现在应该没有了。现在好像越来越陌生，但不管怎么样，好了，巴拿马运河应该大家应该有听过吧？哎呦啊，对，因为毕竟它是一个通往大西洋跟太平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入口啊。因为如果没有巴拿马运河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是欧洲要跨越这个大西洋，或是你这个美国的东岸啊，你要来到这个太平洋的话，你基本上就是要绕过整个美洲大陆嘛。对吧、啊？绕到这个南美洲，然后这样绕过去，这样。所以巴拿马运河对于这个运费啦，或是对于这个航运的这个行业来说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啊，就是说，如果巴拿马运河没有的话，你就知道说那个有些航运股就会开始跌这样。哦，不要了，不要好，对不对？对，听说最近有人买了很多啊？没有，我没有。哎、欸，你没有买？嗯、啊，有啦，我买了一些。我是在天上，我是选在天上飞的。OK。好了，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历史事件呢，其实就是在1914年的8月15号巴拿马运河开通。那1914年大家如果对这个年份非常敏感的话，应该知道说这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年份。1914年的8月15号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开打了，这个巴拿马运河开通、哦、其实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呢，他们能够很快的把他们的比如说军舰啊，或者是货运啊、很快就是透过这个运河然后来运输这样。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巴拿马运河其实跟美国非常非常有关系。什么样的关系？就是其实巴拿马运河一开始建成的时候呢，是由美国人所经营，也就是说呢，美国人靠着这个运河就赚了一笔钱、oh. 然后巴拿马这个国家呢，其实啊，当年呢也因为阴错阳差之下呢，就是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嗯，所以呢，就是巴拿马运河啦，或是美国跟巴拿马两国之间的关系，巴拿马好像这个国家就有点像是美国的小老弟这样。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啊、中华民国啦、啊，跟这个巴拿马一开始是有这个邦交的，有一些邦交，毕竟上面都同一个人嘛。上面是美国人，而且呢，巴拿马其实出了一些独裁者，像是这个巴拿马的前领导人哦，同时也是全球知名的独裁者哦。诺瑞加，如果你是认真的翻一下他们的一些历史的话，你就直接知道说，其实这些人啊，这些政客或是这些政治人物呢，他们其实都有来台湾受训过哦。对，就是国防部啦，或是一些军训这样子，就是他们有来受过一些可能，比如说什么政战训练啊，或是什么。哦、对，大家如果去查一下，就知道说我在讲谁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不要实教，我们这专门讲巴拿马运河这一个运河的历史这样。嗯。这个运河蛮有趣，就是说呢，它其实是一个穿越巴拿马地峡，连接太平洋跟大西洋，全长大概是82公里的运河，是世界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航道之一。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运河呢？其实这一个运河要最早回溯到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哦。他就有提出说呢，我们为了要减少这个西班牙到智利或是秘鲁这个航程呢，所以就想出了，就是说他们要在这个中美洲这个地方呢，要开通一个通道这样子。那这个构想其实呢，到了后续的17、18世纪的时候呢，来到了这个英国跟法国人的手上，他们就开始就是筹备这个所谓的巴拿马运河的开发计划。但是经手了这个英国跟法国之后呢，最后在法国的手上这样子。那这个法国呢，这个建设公司呢，最后呢，因为他们国内动荡的关系哦。导致呢，这个建设公司破产了、啊。
这个其实也跟我们之前在 HNN365 里面的一个集数，我们有提到的一个19世纪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事件，就是德雷福斯事件。这个事件又是什么呢？这个事件我稍微跟大家稍微唤醒一下记忆。基本上就是说呢，当年有一个法国的军官，他无端的被指控他是德国的间谍。那好死不死呢，这个法国的军官呢是一个犹太人，所以呢当年呢、法国的国内、因为有一波这个所谓的反犹太的声浪，所以让这一个军官呢就变成是、我被冠上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而且还被人家栽赃这样子。然后因为他是犹太人的身份，所以就入了冤狱啊。然后到事后好久好久之后呢，这个法国才给他平反这样。那这个德雷福斯事件之前呢，到底是为什么法国人民这么的痛恨犹太人呢？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当年呢，就是因为巴拿马运河的开发案，然后法国的这些财阀啦，很多都是犹太人啊，开始贪污啦，A 钱啊，这怎么跟我们选举很像啊？反正就是贪污 A 钱啊，然后这个入了他们的口袋赚饱饱，然后结果巴拿马运河一点影子都没有看到这样，所以呢，就是有点恶意倒闭这样，所以导致就很多人对这些财阀哦，对这些犹太人所掌握的这个经济体哦，就感到非常非常不满，所以才引发那个当年法国国内的这个动荡这样子。但不管怎么样了，法国就是变成是烂尾了嘛。结果在当年呢，美国呢就开始介入啊，接手了这个运河的工程。那为什么美国他要去接手这个运河的工程呢？这个又要提到另外一个人物啊，就是所谓的老罗斯福总统。大家知道说美国的总统有出了两个罗斯福啊，一个就是小罗斯福，一个是老罗斯福。小罗斯福呢，就是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美国国内当了四届的那一位美国总统啊，最后老死啊，就是患有小儿麻痹的那一个总统，就是小罗斯福。那老罗斯福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一位小迪奥多罗斯福。他的全名是这个样子啊，因为他有 junior， 所以小迪奥多罗斯福，所以他不是小罗斯福，他是老罗斯福。对，这个老罗斯福呢，他在19、20世纪之际呢，他当了总统之后呢，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政策，就是所谓的巨棒外交政策。巨棒外交，我不知道大家在读历史的时候有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有啊，他有一句非常非常经典的至理名言，就是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外交上面就用一些比较这个柔软的手腕啊、去跟人家斡旋这样，跟人家谈判这样，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军武设施啊，我们的军备啊要比别人更强大。所以当年老罗斯福上台之后，他有建立了非常非常强大的海军啊，他们这个海军都涂成白色的这样，所以就是有这个大白舰队的美称这样。意思就是说呢，你身段要柔软，但是你的肌肉要大，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老罗斯福当年他上台之后呢，这个美国的国内就流行这个所谓的巨棒外交，就是说美国他要作为西半球的一个领导国家，以这个强大海军的势力作为后盾，而且呢有权去干涉西半球，也就是美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是要进行军事的干预这样。所以巴拿马运河在这样的这个精神之下呢，就自然而然成为了他们这个铁腕外交的一个目标。所以呢法国烂尾了，那没关系，我们美国就开始介入，因为毕竟是我们美国后花园的事情嘛，所以他开始就接手了这一个开发案。所以在1903年的这个时候呢，当年这个巴拿马其实是属于哥伦比亚这个国家的一块地哦。结果呢，这个美国跟哥伦比亚就是签署了一个条约之后呢，又以这个镇压巴拿马暴动的这个名义哦，就开始封锁了哥伦比亚，强迫哥伦比亚让巴拿马独立哦。结果巴拿马独立之后，就等于是说，是我美国帮你们独立了，所以你们巴拿马要听我的。所以巴拿马又跟美国签订了条约，就确定了美国对于巴拿马运河呢有一个独家的建设权跟永久经营权哦。所以巴拿马运河在1914年的8月15号开通之后呢，就一路这样子延续下去。这样子一个条约，直到1977年的时候呢，美国跟巴拿马他重新又签订了一个巴拿马运河条约，才陆陆续续把巴拿马运河的经营权移转交回到这个巴拿马政府手上。这样子，这个建造的过程呢，其实美国花了很大的心力去做很多不同的调查或是开发这样子。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其实巴拿马运河的这个建造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因为他们除了是要面对非常复杂的地形之外呢，这个地方啦很热。就我们台湾一样很闷热，
然后而且这个闷热之外，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山地哦，这个丛林这样子，所以这个丛林里面就有一些可能哎，这个毒蛇、蚊虫啊，甚至是疟疾啊这种热带疾病呢、啊，就让当年的这些工人啊苦不堪言呐、啊。为什么法国会建造失败？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呢，你人送到那边去之后呢，就开始生病、哦、然后生病之后呢，因为天高皇帝远嘛，然后建设公司可能又不想管他，所以就是那些工人们的那个生活条件非常非常非常差。所以美国在接手之后呢，他们首先就会先改善这些工人们的这个居住环境，而且呢还帮助巴拿马去建造铁路，让他们去加速所谓的这些工材的运输、哦、包括他们要开山嘛，所以有很多那种土石啊、哦、所以就用这些铁路来运走这样，所以就加速了这个工程进度这样。这个运河前前后后建造了10年之久，那这个南美洲呢也因为这一个浩大的工程、哦、开始有很多的劳工移入、啊、所以这个也是间接造成了中南美洲有很多的人口迁移的一个很大的事件这样。总计啊，这个运河啦花费了大概是5亿美金、哦、相当于现在的91亿美金、哦、是目前为止、哦、美洲大陆最大工程案的纪录保持者。那提到这个运河啊，既然建造的这么贵，那总是要回收这个成本嘛，所以呢这个过路费啊，这个过河费也是世界第一名啊、哦、就是说大家有想过啊，就是说你要过一条巴拿马运河，这个过路费是怎么算的呢？我们请历史小白 J 来稍微就是用逻辑推理一下。过路费是的，我觉得应该是用你可能你这台船载的东西哦，载的东西。都想说，因为你今天如果是以一艘船，或是以哦，好像一艘船要通过，我们以单一艘船来计价的话， uh-huh. 可有可能这个东西载的它很珍贵啊。Uh-huh. 那感觉以美国个性，就是你载的东西比较贵，那我就想要多跟你收一点东西。哦，所以你觉得是以货物为主？以货物为主吧。其实是以吨位为主啊。哦，载人，当然就是会多多少少会斟酌你船上载的东西的内容为收费标准，但是其实还有像是比如说你船只的种类，你是军舰啊，还是你是这个民用船，还是货柜船、哦、这些东西，然后甚至是大小吨位这样。所以呢，以这个货柜船为例啦、哦、就是说这个通行费用大概是每个货柜箱大概是90美金不等。然后如果你是超过30,000吨的客轮的话，会依照这个旅客床位数来有不同的收费。对，所以客轮的话好像听说是每个床位费用大概是111块美金。所以呢，如果你在一些报章杂志上面你有看到一些比如说船的那种吨位、啊、有一个东西叫做巴拿马极限船，这个吨位呢是在52,500载重的吨位这样子。如果你再更大的话，巴拿马运河就塞不下、哦、就是所谓的巴拿马极限船这样、哦、那我觉得值得一提就是说呢，这个有一个所谓的记录保持者，就是他创下了这个收费最低最低的费用。就是说呢，在1928年，有一个美国人叫做理查哈利伯顿哦，他以游泳的方式横渡了巴拿马运河，结果呢，他就被这个管理处呢收取了36分美金，这样就是创下了最低的通行费用。就是你游泳过去，你还是要给你，还是要给你收。对，所以哎、欸，大家如果你划船的话，也是要看你要收费的哦，所以不要贪小便宜这样子。所以今天讲了那么多啊，对，就是到底有没有一部电影是有关于巴拿马运河呢？其实我找半天，真的哎，干、欸、没有、欸就是你要找他建造的过程，或是你在讲巴拿马运河的一个什么什么主题，其实很少。真的好不容易找到了一部，就是在2001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做《金爆危机》哦，不是日本动画那个《金爆危机》哦，哎，它的英文片名叫《The Trailer of Panama》，就是巴拿马的叛徒嘛。如果直译的话，这样，它是这个皮尔斯·布洛斯南主演的。就当年呢，这个皮尔斯·布鲁斯南他演出了《007》之后就一爆而红啊，就在2001年的时候，这个演出了这一部片子。然后这部片它其实是一个算是谍报电影，就是说皮尔斯·布鲁斯南他在片中是演出一个能言善道的纺织业富商这样子，他有一个非常高超的外交手腕，然后就开始跟这个巴拿马的总统嘛，不是政商名流，就是有一些关系这样子。结果没想到呢，这个美国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哎跟他接触啊，就是说你们能够帮我做一些哎台面下的事情，所以就让他呢就是陷入了一场大阴谋之中这样。那至于剧情呢，我就稍微不爆雷啊，但是这部片它主要的场景呢，也是围绕在巴拿马运河或是巴拿马这个国家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其实也可以另类的从旁观者的视角来看，就是巴拿马这个国家跟美国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美国人在巴拿马，
如果要做生意啦，或者是他在那边生活的话，他有可能会面临到哪一些问题这样。所以哎，这个是我唯一找到跟巴拿马运河有关联的电影啦。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故事啊。那如果一分是那五分是哇，那巨口你会给几分呢？啊，怎么听起来好像还好？对啊，大概三分吧。又是三分？哎，三分没有啊，我觉得就是，毕竟我们现在干没有交情。你跟巴拿马没有交情。好，没有，我觉得主要是巴拿马运河这一段，好，又要讲到可能以历史角度来看的话，好像也是很少被提到的。嗯，它就是一个名词，好，巴拿马运河。然后基本上大家看历史，大家光是看电影，没有什么电影拍相关的题材。所以我原本以为应该会蛮多电影，就虽然可能不大众，但应该会蛮多电影可能会想要拍以当时建造巴拿马运河的过程为题材的作品。OK， 但没想到就是超少，竟然没有，很少，竟然就是这么的稀少。嗯，然后可是我觉得就跟日本压缩机一样，可能比那还要稀少。对对。可是又不得不说，就是因为大家对巴拿马运河就只知道说他们就是有盖这个东西嘛，然后盖的时候就是，可是很少人会知道这个原本要盖的是谁啊，或者最后是由谁来负责完成整个计划。所以我觉得这点又可以连到，因为毕竟巨棒外交算是蛮出名的历史是的一个政策。所以我觉得如果就很多人会说就美国就有巨棒外交嘛，然后他们就用这种就解决很多事情，可是很少有就真的把它列出来说巨棒外交的过程中他们真的完成了什么，或者他这个巨棒外交到底有哪几个是真的是依据这个巨棒外交这个时期诞生出来的一个算是记录或创举。了解，我觉得很少去提到啦。那我觉得这一次我也是不得不说，我也是这一次才知道原来巴拿马运河是跟巨棒外交有关联性。我想说就是可能单纯的两分蛮开的东西。了解，我自己觉得这一块比较，这一块还蛮有趣的。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历史故事啦，有关于巴拿马运河的开通，以及我们所推荐的电影《金爆危机》。不知道大家来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样想法，或是你们有看过这部电影呢？都欢迎在留言区帮留言，或在首播的时候来跟我们互动哦。当然了，如果喜欢这部影片或声音的话，也别忘了按赞、追踪我们脸书粉丝团、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IG 以及各大声音平台，也别忘了在 Apple Podcast 38上留下五星好评，并且利用各大的社群平台推荐和分享我们的节目，让更多人加入我们讨论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 HNN36， 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